圣诞节要到了，这是圣诞节礼物，会收到什么呢？让我们来看看吧。我要辣条一包，哈尼巴特阿门包，煮烤肉味一包，大面筋任性辣条一包，珍珠奶茶黑糖奶茶一罐，这个黑糖草莓味罐，这个是痴呆风味，这个大面筋，可是这个是约吗？约了一起吃辣条吗？大面筋，冷静，需要静静吗？你想静静了吗？这系列是小条的辣条吧？清水烧玄溪辣条片。这是选 B， 这个是选 C， 选 A 呢？为什么没有呢？这个是我先做进，紫番薯，这是什么？180元纯水果。水果干粮一包，180元原味水果，这什么水果？菠萝蜜水果一包，山竹，这是榴莲的干果一包，火龙果的，红毛丹的。现在都跟之前一样吧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两条，啊你，两条，圣诞节礼物就这些。现在来开箱这个。面膜一颗，两颗，现在这包也是面膜吧，面膜一包，面膜两包。